家好，我是奈里。今天呢，要来讲怎么拆衣服上的刺绣。首先看到正面的刺绣呢，刺绣字的颜色是金黄色。好，翻到背面呢，看到反面刺绣的字呢是金黄色夹带白色。那在这字中间呢，都会连着一条白线。由此呢，看出刺绣的底线呢是白色的。那拿出锥子，挑起白色的线，并抽出来。然后呢，翻回正面扣一扣，看金黄色的线是否会掉落。如果没有的话呢，再翻回背面，然后呢，再继续把白色的线抽出来。只要你把底线抽出来的话呢，那你正面的线呢就会脱落了。那我再扣一扣，好，你看我金黄色的线呢可以脱落下来，那就代表我白色的线呢有抽的差不多了。如果呢线呢不好抽出来的话，也可以使用夹子呢把线夹出来。那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布面呢，它是没有针洞的痕迹，是很平整的。好，那接下来的字呢，也是用一样的方式把它拆除掉吧。